要在短时间内打包1000多份的安心祝福礼，消息一出，各方善心人士都来帮忙。台新高中篮球队员人高马大，动作快又利落，是教练主动带队前来支援。这一路。 这个过程其实这些帮助我们的人也都是默默的，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。那尤其是在这种天灾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跳出来回馈给这个社会。还有慈大附中的毕业生也发出动员令，大家的热情是挡不住。翻译中比较需要年轻的力量。 所以就想到说，就是在赖社群上面，赶快召集一些，就是之前高中的同学嘛，他就问问大家有没有空，然后这样大家一起来，所以就越招越多人这样。看到这么多人和护鞋，就像是施工匠人说的蚂蚁雄兵的力量，集合这些爱的力量，就把爱传出去。 老老少少都在行列中，专注当下的工作，要成就众人的心愿。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于景生、张如荣，花莲报道。